电源线坏掉就用那个电脑的，用电脑的12V 的电源供应线，瓦数不对的话就会烧坏，瓦数不对就会烧坏，还有那个着火，阴阳电弄错，正负弄错也会烧坏，结果这个。光碟机的还没有坏掉，还可以用。现在把它替换。哦，你看可以用哦，把它替换了。现在在读光碟了，光碟机里面的这构造，你看。这个可能是马达，要按这个，键才会读的。嗯，有声音了。本来不会动的，就是马达的问题。你看这个叫右边这个叫马达，啊，右边马达，左，哦，右边马达，左边哪个？